请各位把浏览器打开，然后直接在浏览器列上面输入 code.org，就会直接进到官网啊。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那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呢，他会问你的语言，然后他会帮你调成繁体中文。那如果进来的时候没选到，在左下角。这里还是可以做语言的选择哈，好，然后这是一个帮小朋友，教小朋友学习程式的一个网站，然后包括学科技就电脑资讯概念的一个网站，那这个按钮可以回到首页，然后这边呢有它所有的课程的目录，所有的课程目录。那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哈，包括第一次用电脑的时候，这个课程一，它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滑鼠的使用，还有一些简单的计算机科学的知识。然后如果小朋友已经会滑鼠的操作哈，会建议从国小建议从课程二开始，课程二开始，那中年级会建议从课程三开始。高年级就建议直接从课程四开始哈，那不过他这边有建议啊哈，就是说，课程三是课程二的延续，所以基本上你最好是课程二过关之后再进到课程三，那二跟三都过关了才进到课程四。那另外呢，有些学校他会希望就是有一些不插电的教学活动，那这里面也有，也有一些不插电的教学活动哈。那它是蛮完整的一个教学的内容，然后另外这边也有针对活动类型的哈，假设你要很快让学生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程式，用游戏的方式来学程式，那这里有一个1小时玩程式，那每一年呢都会在12月会有一个类似鼓励的一个竞赛哈，全球各地的学校会开始，玩这个 Hour of Code 哈。好，那另外这边呢，他也有帮各位安排说，以年龄来区分哈，以年龄来区分哈。那这边各位可以有空可以进去看一下哈。那除了一般的儿童程式之外，其实他们还有别的东西哈。那国高中的部分，它也加了很多东西哈，比如说怎么写 App，然后怎么写一个游戏，互动游戏，怎么写网页等等或视窗元件的一些使用，这个都是比较新的内容所以基本上资讯课在这里面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哈，没什么问题，资讯科学的概念都可以学得到。然后，另外这边有一个所有专案哈，那这个专案是学生创作的专案，有点像 Scratch 里面学生的作品，一个作品集。好，那这是有关简介的部分。那早期 Code.org 呢，它需要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登录账号才可以使用。那后来呢，它做了一点改变哈，为了让这个国中小的小朋友可以方便使用，所以可以在老师可以在自己的账号里面把学生直接登录在你的账号里面，然后弄成一个班，然后你可以老师可以指定就是学习的连结或者学习的课程内容，学生直接上网就可以直接进来学习，不需要进行申请账号的动作，所以这是最新的部分。那它的 Code.org 它的后台可以看到学生的学习的状况，所以可以老师可以就做个别的指导的部分。那最后呢，学生做完所有的内容呢，他也可以列印学生的这个过关的奖状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用游戏的方式来学习的一个内容。好，老师的使用呢，在登录这边，直接第一次使用，请你要先注册。所以我们点登录进来之后，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建立一个账户，或者用你的 Google、Facebook 去做连结哈。那
请各位就直接用你的 Google Suite 的账户登录，所以我们点 Google 账户登录，然后去选你的账号，好，或者直接自己输入你的账号哈。那经过那个 OID 的认证之后就会进来。那进来的时候呢，就是你在申请账户的时候如果没有设定，那在这个地方账户设定这边也请你做一下设定哈。那重点是在里面有一个叫账户类型哈，这个账户类型呢，请你一定要选成教师，只有教师可以管理你的课程，管理你的学生，可以看到学生后台学习的资料，好，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注意。那如果你有修正呢，就要更新哈。如果你有修正内容，记得要更新一下。好，那这个是账户的类型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那一旦你账户注册好之后，你就可以在我的控制台这边，就可以进到就是这个页面，就是管理你的课程的页面哈。那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课程，所以还不会有任何的资料，所以一开始就是要建立你的学习小组。好，一开始我们要建立学习小组哈。那所以，请你点一下建立学习小组。那这边有三种学生登录的方式哈。它的意思是说，当你开好学习小组之后，你把连结公布出去之后，学生在登录进来的那个画面，哈，会出现学生的班级座号姓名啦，然后他会学生要挑选他自己是哪一个账户，然后做登录的时候会问密码。那这边就有三种密码的方式，第一种是用图片显示，那这个当然就适合低年级。那文字登录呢，就适合他已经会键盘输入，会能够找得到那个英文字在哪里哈，就蛮适合做中高年级的文字登录。那当然他也可以用自己的账号，哦，自己的电子邮件账号去做登录。那我们先用中低年级适用的图片登录哈，所以我们选图片登录。那选好之后，他会再来就是对你的课程做命名哈。假设我们这是109年度的5年级甲班，哦，你就直接自己输入哈。那这个部分是老师看的，这个部分是给老师自己看的哈。好，那这边呢就选他的年纪哈，选他的年纪。然后，这边是我们指定要给学生学习的课程，那这个之后都可以改变哈，所以我们就去选啊。假设我从那个基本的课程二开始啊，假设这是初阶学习，我们从二开始，然后这边其他就不用再处理哈。好，直接按储存，那这样一个课程的基础的设定就完成了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新增学生，好，新增学生，所以请你点新增学生。那新增学生的时候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一次增加一个学生，那所以如果你要一次增加一个学生，你就把名字打进去。好，然后年龄、性别。啊，通关密钥自动生成，然后按添加。好，这是一个学生的新增的方式。那它的最基础的内容就是这个名称。那年龄跟性别应该不用打也可以。啊，所以你可以一次加一个人。那你也可以呢，一次加很多人。那一次加很多人的时候呢，你可以点这个新增多个学生，好，然后你可以直接从你的那个学习系统或哪里转出来的，那直接在这里做复制贴上的动作啊，比如说你的学生叫 AAA，第二个学生叫 BBB，第三个叫 CCC，啊，那这其实从你的系统里面转出来文字档直接贴上就可以，好，那一个学生一行，一个学生一行啊。啊，当你按整批贴进来之后，按完成之后，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它全部放进去。好，放进去。那这边呢，是我们刚
直接用整批新增的方式。那你要记得哦，这边都要按储存，或者是按储存全部，这样你的学生才会都开设完毕。